接点水，这是最后一个接水点了。过去这个接水点以后，那水就不好搞了，这一路全是上坡。哎，你好，在你们家接一点水行吗？接一点水行吗？在你们家。接一点水行吗，阿姨？接点水。车子挺好，有点冷，把水全部接满。这个可以，可以是吗？好的。谢谢了哈，再见。两瓶水，一瓶喝，一瓶吃，应该是够了。现在已经出迪庆香格里拉了，市区哈，这边是纳帕海湿地公园。夏天的时候来的时候哈，这边还没有这么多水，水都快枯竭了。现在这个水都涨满了，都涨到路边上去了，马上。今天要翻越那个太阳下面的那个高山，加油，奥利给！纳帕海观景台，好多人。多少钱一串，老板？十块钱。来一串。这吃完了签子。辣椒要吗？啊？辣椒。辣椒，嗯，要。再来一点。可以了，好，谢谢了啊。你骑行吗？啊？你骑行的？骑行呀。哪里骑过来的？从我山东的，我从广西骑过来的。哦。完蛋了！啊。干嘛？我买的牛肉。你应该夹在那个防潮垫下面，就不会那么容易那个袋子装起来就行了。在香格里拉买的，你去了吗？去了呀，我往德清走。你们是广东的，过年不回家了吗？不回呀。你呢？不回呀，回。我可能到德钦或者是，芒康。有没有容易爆胎？扎了三次。啊，差不多。我那次去海南岛也是扎了两次。扎了两次。才一半，才400公里，就扎了两次。去年我在西藏，一天扎三次。去年我就在这里露营，在防洒花边。你
你又重新走一遍了？啊，本来打算走219的，不是疫情嘛，不让走，我又被赶到这边来了。边境不是都封了吗？我从广西走了一点儿，都快出广西了。219是边境的，不让走啊。没有疫情让走，有疫情不让走。我们本来也想走边境的。留个你微信。我找见你，大家有机会再遇上。广东的哥们儿，今年过年也不回家了，出发，再见，拜拜，谢谢了，再见了，老板。今年在这个厕所露营，今年锁住了，不让用。冻掉了，我去，风太大了，我穿个衣，穿个褂子，前面可能估计要到这个雪山的垭口，可能要下坡，具体还不知道，我也忘了。前面雪山翻过来了，明天还要翻一个雪山。哎呀，太冷了，哇，风太大了。这里是一个观景台，雪山观景台，这有个公厕，就是上面那个顶都被风吹坏了。我想今天晚上在这露营，就是挡住了。等一下，弄一下，要不然就在这里露营吧。我看里面应该还可以，挺干净的。太冷了，这里还有个加水的小院。那里有一个公厕，这个应该是现在应该是不允许用。我估计应该也没有水，接见了就没用。而且全都是新的，这是坏了，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。有人吗？喂，你好。你好。就是我问一下，我能在那个厕所这边露营吗？今天晚上。可以的。我把那个木头拿下，把车子推进去。我骑就这里吧。啊？那厕所里面住不行吧？嗯，没事。那个嘛。那里面很宽敞的，有的。你一个人吗？我一个人。不。没事，我在那边搭帐篷也行。等一会儿我做点吃的，要不然不方便。谢谢。在那里应该没问题是吗？没问题。行。那里太冷了。好，我在山上下来的，下了30多公里，太冷了。行，那我收拾一下，我把帐篷搭上，谢谢了哈。可以的。这边人真好，
要让我在它这个确实是挺宽敞的，它里面人家里面是木板的，我还要搞点晚饭吃呀，要不然冻死了。这么冷，我把这个木头清理一下。说实话，这些当地人哈真的好热情。今天晚上在这间里露营也行，这间还是挺干净的，看一下，这边还有一把马桶，这间其实也行的，都挺好的，要不然就在这个中间搭帐篷也行。哇，这边搭帐篷其实也可以的，都没用过，都新的，就是可能具体不知道什么原因废弃了，可能是天冷怕冻坏了，或者是怎么回事，这男厕，刚才那是女厕。哇，这里还有一个这个大炉子，烤火的，就是应该就是冬天怕冻坏了，然后才这个样子的，挺好的。今天就在这里露营了，这间或者是在中间搭吧。今天真是太棒了，还有灯。今天晚上在这间房间里。在这间房间里露营，这里还有灯呢，有电啊，太棒了，要不然就在这个房间里暖和呀。哎，外面的风啊，呼呼的。太大了，今天晚上要是露天露营，直接冻成冰棍了。啊，这雪山边啊，确实冷。搞点暖和饭吃。这里应该也有电，今天晚上还可以充充电，太好了。豪华大别野呀！把今天买的这个土豆啊洗一下，把这个牛肉也洗一下。这个土豆洗了一下，就是洗不干净，没办法，我要把这个皮削掉。搞两瓣蒜，把这个蒜先剥一下皮，
这个小汤这个小葱切一下，刀不快了，我靠，什么情况？这么难用吗？这个刀放到锅里，不快了，直接切一下，把炉灶拍坏了，得不偿失。生姜一小块就行了，大土豆子切成块，高点油热热锅，来点辣椒，葱姜蒜。要不加水就炒糊了，这火太旺了。葱姜蒜爆一下，这么呛。把这个牛肉炒到锅里，先炒一下，先让它入味。这么热的锅，炒牛肉，倒上一点酱油，鸡精，来鸡精吧。没了，这次是真没了。干干净净了。盐。
给我拿下来。哇、哦、哇，这么热！把水搞锅里。土豆下锅。把这个打好的卤子直接倒锅里，不得劲儿。直接倒锅里，因为牛肉它熟的慢嘛，你用锅一炒，它就熟的快了。基本上水一开，土豆熟了，牛肉也就熟了，要不然牛肉要使劲炖。让它蒸熟就行了。差不多开锅了，把这个生葱倒锅里了。还行哈，嗯，牛肉炖土豆。嗯，味真好。把它搞出来，这么一锅，今天晚上飞。现在9点钟了。啊，还有这个今天买的青稞酒，好喝。啊，敬老铁，干杯！青稞酒好闻，你别说，这个青稞酒确实好喝，这是酱香味的，哦，嗯，再来一个。明天就开始爬山了，今天下坡比较多。出了迪庆以后，迪庆市爬了一点坡，翻了一个雪山，然后就开始下坡，下了差不多有20-30吧。明天晚上还下一会，还要下一会，下到底以后，然后就开始爬，一直爬到奔子栏，好像还往上爬。爬到奔子栏以后，然后就爬白马雪山了。翻过去以后就到德清了。干杯！今天晚上这个睡袋就这样直接铺在这里了，把门关上，关上，晚上暖和。明天出发奔子栏，还有39公里吧。到奔子栏以后，嗯，过奔子栏就要爬
白马雪山了。比较难爬的一个山。加油，奥利给！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帮忙点赞、转发、评论，明天见。